半张的呀。妈，我个朋友，他也去单身。咋的，男的相中你了？你的。没事，你咋的，妈都支持你。我说啥呢？我得意老爷们儿，纯娘们儿。说一半说的，说的我心直通通。不是妈，你听我说怎么个事儿呢？我有个朋友，他之前一直没有对象，完了他妈给他买了个包，之后他找对象了。你说神奇不？嗯，挺玄学，咱不学啊。哎呀，不玄学，你听我说怎么回事啊？我都问他对象了，他对象当时看我朋友背那个包，那气质滋儿一下，完了，他就哎。那我明白了。明白啥了？他妈也行。还有呢？我没有。现在你真过分，你线上圈粉丝，你线下圈咱们啊，你真上良心，你这互联网干的，你真是投机倒把，真大把天岗子。你喝口果汁你再买过吧。啥玩意儿叫这老邪呀、啊、果缤纷呢，现在机盖有惊喜，嘎嘎的，你过年你就喝果缤纷，给咱妈也讨个缤纷好彩头。 OK， 行，那我就等着心想事成了。你现在也是属于光让马儿跑不让马吃草。你是牛马，吃点边角料得了。包是没有了，给你个编织袋子，下楼去买点菜。别的男人看着也嘎嘎有气质，一看你他妈就会过日子，去吧。行啊，你这个思想，没老头你也改。啥玩意儿？怎么说？能再给我说一遍？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。不过是乡村故事，还是那少女装男。妈